一些人在门口聚众拍摄一波，然后我们才刚到，而且他也太冷了吧！鹅新贴纸出啦，鹅是骑法我救鹅，大家赶快去虾皮卖场鹅起来哟！我们现在在印第安公鸡，我是鹅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鹅的频道哦。因为有鉴于上次的大乱斗，也是7:30集合，然后我们3-4点就出门，然后一路上非常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就先上台北，然后在这里住一晚这样，然后早上就可以慢悠悠的晃过来。原本计划都很完美，但是呢，现在到这边呢，我觉得没有比较好，我眼睛好像没有睁开，我感觉。反正我们今天又要来大乱斗啦，继上次的500R之后，应该算是第三次大乱斗。这次的行程也蛮硬的，好像要骑到苗栗去再回来，从内湖骑到苗栗这样。其实我觉得平常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路程不算远，也不会很硬。但是今天呢，是要骑印第安的种子，非常多台就在这里，从小到大都有，最小的呢都比阿鲁大很多，所以今天的压力真的很大。硬的不是行程，硬的是车，车重部分呢，全部都在200公斤以上。我最害怕的三台大怪兽，就是 Going 那种体型的，有3台，真的觉得压力蛮大的，很怕弄坏人家车子。什么东西夜配的吗？不是夜配，这是我居家旅行必备的早餐。举凡只要是很早起或是不方便买早餐的时候，我就是进超商，然后抓了一把这个，就直接走人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印第安的魅力。平常都是跑车啊、街车啊，然后我最不会接触到的就是越野车跟美式重机。人总是要踏出我们的舒适圈，然后就体验不一样的东西。今天就来体验印第安。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路程全部都是骑美式重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一个菜鸟鹅的角度带大家去认识印第安的重机。这样，等一下一样就是抽签出发。不过这个抽签呢，一点都没有刺激感，因为每一台都骑得到，所以抽不抽签真的没有差别，只是先苦后甘还是先甘后苦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骑车吧。周小杰，然后今天代替小 M 来的罗宇婷。哦，原来是代替你来，代替小 M， 代替小 M。因为我今天重点是说，大家都喜欢骑跑车玩赛道的，然后来我也是骑车看看到底有多大的冲突。冲突风，冲突风，那他是最后第五个。那待会他们会先帮我们介绍出来，然后我们就进行抽签，看你抽到哪一台。那原则上抽到就是直接骑，女生可能有些会比较辛苦，但我相信你们 OK。申请签抽，你一定会抽到最重的车。那我们就他们先介绍。我是那个印第安的销售部分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总共有8台车，首先这2台都是我们的印第安2020年的最新车款，是 Indian Challenger， 就是我们挑战车。这2台车的特色就是它有所谓的6轴陀螺仪，车身的稳定。这台的排气管它是有阀门的排气管，它有3段的阀门，全开、半开跟全关。很吵。再来就下一台就是印第安的经典车款，这台是我印第安的 Chieftain， 美国在开拓西部的那种火车头的样子。然后印第安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特色，就是它的前轮有挡头跟流线型的样子。这台是今年排气量最大，1810。再来就是我们小车的车型，这3台都是我们的 Scout 系列。这台是 Scout 60，这台是 Scout Barber 60，这台绿色的是 Scout Barber 20，是我们最入门的车型，699cc。最后就是2台 FPR， 这台是一般版 FPR， 这台是 FPRS。这台车就是前后冰的全可调，然后另外这台车还可以调整骑乘模式。大家一脸茫然，但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要来准备抽签了，你有听懂吗？哎，其实还是有啊，只是细节记不住而已。那全部都一起啊？对啊，没差，对，是七对，就对。来到还啰里啰嗦啊？蛮期待的。这台是内地同胞来。内地同胞。中部的内地，蛮、好。哎、欸，我们上次怎么样？一起开 是？没有，上次一个开，一个开，那就从你开始，你的表情看起来很脏。Challenger， 耶、，Dark Horse，Dark Horse。Barber 60。我记得这个。我跟你讲 ，Barber 跟没有 Barber 差别就是它吐足比较短，它高把就是团体。哦。刚学，现在现学现卖这样。我昨天往那边看很久。屁耶！因为有一段很长，最长那一段，你最想骑哪一段？无所谓。无所谓。哎呦。反正我今天是无所谓，游戏抽签。经过大风大浪。也不是，主要是因为今天每一台都会骑到，所以也不用太着急。主要是今天会有3台骑不到，那我就着急了。好的，出发！我找都找不到转折，怕感冒。我也是小学生。走快！我没有拿手，我拿手。
是坐姿哎、欸，可是真的是蛮舒服的啊。然后不是很习惯，就是脚一直悬空啊，找不到踏板。前面几次起步，然后都找不到脚踏，然后。对，我一直往后退，我只要一吹油门就往后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刚刚他的跟我说不要加油箱，因为我一往后就想加油箱。我想说，到底为什么不能加油箱？因为我一直往后退，然后结果我退到最后面才发现，原来椅垫是勾起来，所以我退到最后面就会卡住。然后这台的确算是小台，然后比较轻松的，所以等一下不知道要抽到谁。他叠台，交换，交换，大台不是吗？我假装没有好了，然后把它收起来。是黑色的，黑色的单座这台。干嘛？阿里人，又八本。这台。没发现，奇怪，我刚不是跟上一个人说同一台车吗？为什么没有人发现？challenge 啊！你说，我刚刚跟上一个人说同一台车。你说 challenge limit。大台红色的，大台的，对啊，大台八台。第二台就抽到 challenge limit 了，还好现在在，应该会蛮舒服。好热，好骑吗？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倒退档，这真的太麻烦了。我觉得它跟 GoWin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引擎很震，所以骑起来觉得就是震动比较大。然后 GoWin 骑起来就是你感受不太到那个震动，然后它很顺。而它的优点就是它刚刚有说什么六个陀螺仪哦，它真的骑起来非常非常的稳，平衡非常好，觉得你好像被固定在直线上，你不会左右倒，完全不会。骑起来其实是差不多，就是这两个点比较不一样。可是其实它过弯也是很灵活，还蛮好骑的啊，就是震动大。就骑上去真的，工作人员就说什么骑上去不要睡着啊，哦，真的会睡着，所以我刚把音乐开到最大声。缺点没有看到车挡，然后引擎震动比较大，但是它的平衡感真的非常好。没干卡对不对？没干卡，过的超陡的，对啊，我看到哦，你在怎么前面哦？我在远远看到它的孔雀，然后一看到远远看到背后躺。好，我们先吃饭，我们先吃饭，等一下再来讲。所以刚刚在骑冰上面风很大，还是很稳，蛮稳的啊。反正就是适合骑西冰的一台车，所以我刚刚抽到它，我就觉得还不错啊。因为就知道要走西冰，然后那台车超适合走西冰。那不走西冰要走哪里？那骑第一台的时候，我刚是在市区，然后稍微吹一下那个风压就很不舒服，真的不是一个适合骑快的车。第一台 Rubber 吗？ Rubber 60，对啊。所以刚刚应该最舒服就是那三台啊。早餐呢？早餐好丰盛哦，看起来很棒。这早餐我觉得很棒，大家不知道会抽到什么车，可是如果骑西冰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啊，都好啊，都好。我今天非常的佛系抽签啊，吃完早餐，等一下重新抽签就去苗栗，苗栗的朋友骑起来，希望不要下雨。今天里面所有开头都要说，哎、欸，来哈，今天都要这样子。没有，因为小莱姆现在在养伤，希望他赶快好啊。在那之前，代替他全部都是莱姆了。莱姆，耶！雷梦，是雷梦。雷梦，来一句开场。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雷梦哦。那你刚刚觉得好骑吗？没有勾位那么好，那么顺，可是它平衡感好。大概一个半小时哎、欸。对啊。我一定要把定数给研究出来。哎呀，贝，这样子不会累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帽子轻啊、哦，就是 NZ Race 啊、竞赛帽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啊。随时无所不在的业配之力。这里好帅哦。再次啊，再次，再次。相机 NZ Race 啊，虽然风切色大一点，但是你看，等一下你把麦克放在哪里？麦克秀一下，要再秀一下。我干爹会看影片，我不能乱讲啊。你上次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啊？上次接受 DRG 啊，然后就，哇，他那个胸急了。他那个做错是，他道歉，因为道歉要露胸部。我想说你是做了什么错的事情，他就这样。这个频道好好把握啊，你们的点赞、支持跟分享呢，就是他继续裸露的原动力。啊，看正经的还是看我们？我也很正经，好吗？好，先由把车骑坏的康浩斌先说。哪有坏啦？你那边重头戏。哎，不是，我换了。问题啊，刚刚是 60， 然后现在是高把的嘛，我知道。你在研究什么连蓝牙？对，我们等一下要放很台的歌，500的这样。500。当我当你。那这样洋剧崇拜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样。你这是360。快跑！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结果太脏了，我跟你讲，太脏了，太脏是这里边的。小伟，打他，打他。
踩到太干了，你这边那我的脚这边无聊死了，你要打瞌睡，他要出来，你要出来打瞌睡。好，班长，那你高靶，高靶这样。哎，那姿势也不好。他刚刚其实也说，我的高靶我不要，我不要骑完这真棒。上次高问也说，啊，我不要骑了，真香，人哦，反正就是要尝试。我以前打过嘞，刚热到是抬不起了吗？不行，这个骑过。哎，一样的。Limi，你骑过了。对啊。好。这两台都骑过没了。那你待会就坐货车。没有，等一下我想看哦。Twenty 我没骑过，我骑 Twenty。然后，所以你现在是这一张牌，你去找一个没有骑过这个人，看有没有要跟你换。好了，我跟你换。你有骑过了吗？没骑过。好。我再换了。那你要不要？哇，你还有得选呢，你。给你一个换了，选择嘛，换了。谢谢小杰。不对，这就蛮重。对啊，梅丽好心的帮我换了大台的三路，大台三路真太可怕了。就是可以轻松过弯，不会磨到脚踏。但是如果说你骑到100，就是会磨脚踏。所以我刚刚骑160，然后分大台风，我就觉得蛮舒服的。这样，每次东西就是要让你休闲的上山下海的。所以我觉得这台车也不错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在那个竹东莫内，对，我们到刚到而已。哎，你冲太快了，有一只测速啦。其实沿路蛮多测速。对啊。我想说跟着他一起冲，结果我跟得到 F1 啊。我刹车之后，然后我就看80哦，要求跟得到 F1 啊。那只藏在树里面，对，然后我就靠，刹车的时候我80哦。对象跟我闪灯，然后就赶紧。对啊，对象那边说慢这样。肚子饿，赶快吃东西。这个酥皮浓汤很可以耶，它奶味很重，有种加蛋的感觉，很好喝。我第一次喝到这么好喝的酥皮浓汤，超爱有奶味的东西。最后一次抽，关铁骑过了，还是我们从这站开始就挑没骑过？对啊，我们等一下直接挑还没骑过。哦，直接踩，因为现在重复率太高了，骑过了。我们等一下直接挑没骑过的 ，OK。好骑吗？果然是跑车魂，就是骑到它之后就觉得哇，好棒！今天终于骑到车了，就觉得每次虽然就是也不错，很休闲，可是骑上去就变本田了，这样真的很棒。可是就是烧血太高，路中间熄火，差点害人家小杰撞上去。欸、来，一次大乱斗，又有人熄火，就你啊。那我不是起步在路中间，他在路中间呢、欸，在路中间，祸国殃民呐、啊！哦，起火而已，大惊小怪。这是我们的熊小队，真的是难得同框，这次终于影片同框。那我就想要问你们，今天最不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反其道而行，最不喜欢，厉害厉害。大家都喜欢很无聊啊，得罪人的时间到喽。我应该是这个，因为它其实很好骑，坐姿也舒服。可是你速度如果偏快一点的话，你看它的椅垫偏小，对啊，所以你一不小心你会屁股好像飞出来的感觉，装不下我的屁股。对，可能是人的问题。这很厉害，不会得罪人，是他屁股大。对，是我屁股。可是我觉得我骑的自己来都一样，又没有骑到这一台。我也是觉得那台骑起来都差不多。所以你最不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对啊，应该是黑色的吧。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骑起来像。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它会喷水。喷水。喷水。第四的时候后面会喷水。那应该都差不多。我看他们屁股都长得差不多。这台会啊，这台会。这是后座蛮 care 的一个问题。真的。对啊，谢谢你们的答案，这样子很棒，不会得罪人。对，完全个人原因。对，好，记得下次再找我们这样。对啊，希望下次大乱斗还可以在一起骑车。谢谢小王小子。谢谢。
这是我们的 Yes 哥哥，对，初次见面。大家好，我是 Yes 哥哥。Yes 哥，哎，我觉得这跟里面的声音感觉搭不起来，就是又是一个文青哥，感觉像是教室那种脱下来就是哇文青，不是脱下来哇变态，最不喜欢了，最不喜欢就是这个。这一台我如果没记错就叫 Chief Tank， 骑起来很像坦克，就跟 Tank 一样。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它油门啊吹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太空灵了，所以你在低转的时候怎么讲？可是我觉得他们每次车都蛮空灵的。我比较喜欢直接一点，那你应该很喜欢 FBI。对，我就是大家问我就是说 FBI， 它坐得好高，坐上去有种睥睨众生的感觉。我觉得对我而言，因为我180公分，对，刚刚好，对，刚刚。然后我上去就觉得哇，从来没这么高过，达到新世界。所以我们的赛道派解决了今天的美式撞击。没错，哎，我也有去跑力宝，各位记得要看我的影片，不要剪掉。很荣幸啊，有这个机会来骑，不然我这辈子应该不会骑到美式机车。对，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味道。对，那跟我们平常比较大众的一些市场，就是可能街车不然跑车，其实差蛮多的。骑这种啊，就是标准的骑帅不骑快。谢谢叶石哥，这是我们的自爆炸弹哥，抽筋哥啦，抽筋哥会在他频道看，应该是我们的抽筋哥。我要问你最不喜欢哪一台？哇，前面的人回答都很有技巧，真的不会得罪人。接下来要看你表演。那我表演的话就是我要得罪人了。刚刚这样骑下来，我几乎就是可以双载的都骑过了。所以如果各位对于印第安有兴趣，就是双载的话，对，我会建议各位不要买Chieftain 啊，那个 Chieftain 骑起来就是软趴趴的。银色那一台，对，银色那一台。可是你另外两台也有骑吗？所以另外两台不会这样。另外两台不会，再来就是它的驾驶的体验比较好，然后就是那个界面我比较喜欢，比较科技化啦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科技化一点的东西。大家意思就说那台很空灵，我想哈，可是这台不会啊。这个形容词很好，吹下去有种啊的感觉，会开花。有第二个有这种感觉。对，因为我只骑了这一台，我觉得不会。然后我以为他们三台应该是差不多个性。你有骑到 FDR 吗？有啊，我第一台就是骑。所以你有就是有找到你的本性这样？有，我的本性还是比较喜欢稍微暴力一点。所以你最喜欢的还是 FTR。Yeah, 我们的不露面 HBN 最喜欢哪一台？以舒适度的话，我比较喜欢他刚刚选的，他最不喜欢的。最空灵，也比较软，就是一定都可以改，我把它改软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嘞，谢谢你们。我们的战神周小贼。其实我最不喜欢 FTR 啊，应该说我家里之前就有类似像 Scott 这种的美式机车，我觉得今天美式机车出来就是要这种步调，所以我 FTR 虽然它蛮让我惊艳的，就是觉得很棒，速度感这些都有，不能说最讨厌，就是我今天最不想去骑它。所以你觉得还是必须要符合美式机车的风格？就是你会觉得比较符合今天的活动，应该是说我40、50岁我再来骑这个车，其实你20、30也可以骑。对啊，我觉得其实大家选择不同。不然尊生怎么会去买500那台？对啊，所以反正他还是比较喜欢我今天的美式风格啦。对，所以那好啊，顺便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一台？我应该喜欢 Chief 的那台。他们都觉得他很空灵哎。我跟你讲，骑这个就是要动作要慢，然后转速要低，然后引擎要正一点，要舒适。对，你要骑的就是要骑那个声音，然后骑那个车子引擎会震动。看来这个防晒挂今天非常能被美式风格征服。记得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小贼的频道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访问了这么多人，那就换我自己说一下，我今天最不喜欢的还是Challenge Limit， 因为真的是很实际的问题啊。我就这么小只，然后他车这么大台，真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。就像我也不会自发性去买购物一样，车真的太大台，虽然它真的好，可是停下来的时候真的太压力太大。最喜欢的当然就是Twenty 跟 FTR， 我真的是很难选择，因为我刚刚就是真的沉浸在每次重机的带偶里面，就觉得哇好休闲，哇好舒适，然后眼影跑山也可以。但是当我又骑到 FTR 上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我的本心还是如此啊，所以我就是有点犹豫这样。那路仔又来了，来啦，快点啦，继续啦。反正就是重点啊，等一下，那我整理。
好好，然后你说 Captain 对是 Captain 嘛，对 Chieftain Chieftain 对 sorry sorry 随便啦，听他的旋调，尤其我在台上追他们追 Chieftain 的时候，啊 Chieftain 就 Chieftain 没有谁追谁 Chieftain 不是追 Challenge 吧，我就B 我就是记不住，啊真的是蛮难记的，好吧 Chieftain 他起 Chieftain 我在追 Challenge 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惊，你知道吗？小杰真的把车子骑得很傻哎！我骑的时候我也觉得喇叭唱就比较好。喇叭，我这人很重音乐的。那是，对对对。哎，你会觉得去弹骑起来很空灵吗？空灵，空灵是哪脚？油门很。你已经演绎出来了，他是哪？其实有一点，其实你要这样子给他传下去，哦，对，那就是空灵。喜欢的话，其实 FTR 是现实层面，但 Scudder 的 Bob Bob 就是 Scudder 六十那个黑色那一台，哦，六十就是帅，每次就是帅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人在骑快的，对对。你就慢慢慢慢在失去的时候，对，大家在看你，万众瞩目的感觉。我觉得他们两个看起来，我就觉得穿起比较好看。精彩萝卜各有所好 ，Scudder 系列，哎，其实大家都蛮喜欢的。要骑过来，骑起来又休闲。真的参加这种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原来你的车子骑起来感觉差超多。今天刚好就有这个机会。你对台式比较听还是美式？台式。我说的是男生，没有。男生吗？台式啊。哦 ，OK OK， 太棒太棒。我不喜欢美式的。不错，这才是观众想听到的。也不喜欢日式的。那你没有了吧？就台式。哦，没有。没有，我们结束了吧？好啦，那就谢谢康康啦，我们上次第一次到豌豆就有康康，感谢。今天是那个莱姆儿，哎，那我就不讲台语了，怕这个你讲台语那个点就一直掉。走开啦！好啦，好啦，谢谢康康，刚被康康乱入，我们继续我们的 ending。那我们 ending 就是刚刚都说完了，访问他们呢也顺便说了我的心得。反正我今天就是真的很喜欢 MTR 还有团体，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真的欢迎大家就是多尝试不同的车种啊，真的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。那我们今天大乱斗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就是能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今天也再来抽一下鹅的商品，我们就抽五组贴纸，鹅贴纸。那贴纸内容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一样就是礼拜天晚上11点，怎么还在拍呀？十点干嘛？十点干嘛？我跟你讲，11:59之前截止留言。走开呀！都是老规矩，只要在影片下面留言就可以抽鹅贴纸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。哇，人家动没招啦？怎样啦？我看他聊，妈的，啰了在四开，怎么讲？还在去讲，我只还讲什么？他一直拍。你要不要直接在我面前把它 N 掉？不然我跟你讲不离开，我不要再看你。我刚刚那个灯在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突然想到，我刚刚 ending 手很酸。Ending 了，好不好 ？Ending 了 ，Ending 了。没有，我刚刚已经 Ending 了。哦，那他刚才拍什么？没有，他开机之后，我想到我已经 Ending 完了。然后应该是 Ending 完的啦。快到了，刚 Ending 完了吧？摄影师受不了，我跟你讲，摄影师，你一定要把这个，不要拍出去，女孩，然后我就，你一定要剪进去，你一定要剪进去，各大戏院皆上映。120分钟，40个广告，很大，超大，而且风很大。我后来怎样骑到？这风太大了，雨又好大。我是没有了，裤子都内裤去了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是防水的。哦，能够。